是答应了的话，能不能告诉我一些事情的真相啊？你想知道什么？阿武真的是您放走的？是。那他知道吗？不知道。朕当着众人的面射了他一箭，他昏迷过去后不久，朕蒙着面把他医好送出了长安。为什么要手下留情？想知道真相？嗯。是箭。什么？朕想知道那种特制箭头刻意射偏，导致窒息假死后还能否救回来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一招成功的话很有用途。那为什么现在又任由阿武去死？陛下是怕查阿武身上的伤势，发现您当初手下留情？是。朕赐他活命，他却用来送死，留着何用？程若愚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你查案可以，但你要照顾好自己，更不可轻生。你是看着朕做什么？萤火虫，萤火虫，陛下，你看，是萤火虫。哇，这么多！有人决绝，看不清的都在白天。没有边界，就没谎言。可沙场从未叫我千遍，我何尝未许下心愿，又何曾被一人想念。陛下，您看，那旧愁未歇，眼眸他脸，看爱恨谁先忘。朕现在只能对你说一半，藏一半，希望有一天你能真正领朕无所不言。